开玩笑的，因为就是他也害怕，就是你可能是害怕你在这儿，就是想作为朋友的那种想保护你，知道吧？他肯定是作为朋友的那种想保护你，不是说真的喜欢你的。他跟你开玩笑，如果，然后让你好好的在这儿待着嘛，就是，真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吗？真的吗？那和好了吗？啊？你不是说好吗？不不，我们什么叫和好不和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关系就很好，对吧？是不是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跟阿梅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今天是真的很真心的来找阿梅和好的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阿梅她现在有点犹犹豫豫的，就是可能以前我做的事情啊，有点不好，然后阿梅心里面肯定也有不舒服的。但是的话，今天阿梅跟我和好的话，我以后一定会对她很好很好的，我一定会对她很好，我对我好朋友都是很好很好的。你看他们有人说让你跟我和好，你不是最听家人们的话了吗？你有吗？他们都在叫和好。不是我这个的话，我不用听家人们的，我觉得你，怎么了？你就，你没事就回去吧，我这边，我就回去了，因为宿舍太吵了。宿舍太吵了吗？那要不要你，要不你住我家里面去吧？我去吧。干什么？王飞哥来了。什么？干什么？王飞哥你来有了。的是说人家我没有去发霉，你问阿不梅，你问直播间家人们，我没有去发霉。是，没有，我在直播呢。阿美你过来。王飞哥你来了。我真的没有去发霉。你问他们嘛，我今天来我都没有欺负过他，是不是阿梅？我今天来是不是都没有欺负你？你不要乱说。家人们，给你们看一下王菲哥。怎么回事啊？来，啊？在你们要来又来干嘛吗？我找阿梅有事情，啊？今天我找阿梅有事情。你找什么事情啊？你让开一下，来，阿梅，快坐着。你今天工作一天辛苦了，他今天快点，也不要这样子。干什么了？这肯定没有什么好事，来，怎不么了？是没有好事，好事我今天，你问他们嘛，我有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没有欺负他？你问他们，我问你，真的没有欺负他，没有欺负我。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做的不好，我来给他道歉的。是这样子的吗？你问呀，是不是直播间哥哥姐衰麦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哎，我们阿美，我们的关系都已经很好了，我们现在。啊？我们的关系都很好了，现在我们都关系都和好了。一起吹牛了，我们刚刚一起吹牛，我开玩笑，我们都是对相吧？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我们。你们两个就说来，你们两个到底想干什么？来，咱们也不要。说就是我之前对阿梅，做的有些事情不好，我误会她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来给她道歉，就是想跟她，像以前一样，我们就。然后阿梅也想，也想我跟。就是这样啊，怎么啦？你什么眼神啊？让我有点不相信了，这今天有点奇怪了，你们两个到底想干什么嘛？没有，就是来道歉的，就是来，我跟阿梅还是最好的好等一朋友，下，等一下最啊！好的好朋友，等一下，我们可是最好的好朋友，你不要，对不对，你不阿要动梅？手动脚，你不要动手动脚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哪里动手动脚？我之前也经常抱阿梅啊。阿梅刚才都答应我了，她要跟我和好，她都不计较我以前的事情了。
然后呢？然后你想干嘛？然后我以后就对他好呗。我。你们说这两个人想干嘛？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说这两个人他们想干什么？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不然一下子怎么七十二变啊？昨天还是另外一个人，今天怎么就变了个人？我一直都是很好的，好不好？我一直都是很好的。对，我们那个王菲呢？啊？我们你看我们是现在是变了，我也变好了，然后现在我们的关系都很好了，现在。现在阿美我们关系和好了，我现在是他的。你是谁让你来这里的？你不在你上班的岗位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没有那个王菲呢，我正准备跟你解释呢。你跟我解释什么？因为那个我今天来找一下阿美有点事，然后阿美也是。让我进来说一会儿嘛。有什么话咱们当着所有人的面说，不要真的说来说去啊。我跟阿梅的悄悄话，我来曲布，你继续说，你我还没听明白你在说什么。然后我今天来找阿梅来过来聊天嘛。你找他有什么好聊什么嘛？来，你聊。聊。现在我们看着你面聊来。然后我就是，阿梅呢，刚刚我说的你。懂了不？懂。你说什么懂什么懂？好好说来，你说什么嘛？说给我听一下，让我也懂一下。我说的你也懂了，就是你也同意了的，是不是？这两个人说了什么？说了，我们刚才在那边一直说了。我现在让你把你刚才对阿美说的话重新说一遍来，你说了什么？我刚刚对阿美说的是，阿美，我前面是。是我的错，是我做错了嘛，做错了，然后，前面的话我应该不应该那样子，对不对？不应该那样子，现在的话，我想好了，其实阿梅，我们两个应该是，在这边我也只认识阿梅，阿梅也只认识我，然后阿梅和我们两个是最熟悉、最了解的人，然后就想着以后我们两个好好的，互相照顾嘛，互相哥哥妹妹照顾嘛，以后就说完了没有？还有一些，就是我刚刚还有一些我现在的话就好好上班了，王菲，只是说完了没有？啊，还没有说完。你没说，你继续来。你还要说多久啊？啊，我。然后王菲呢？嗯，王菲呢？我觉得你也是挺大度，有大格局的人。哦，我是有大格局的人。对。嗯，还有呢？然后呢？以后呢？那个，公司，以后呢？我就在这里，上班那个大门口那里，我给你好好的看着，谁敢让你乱什么丢丢哦，谁个在那里放肆的话，我直接，把你解决，直接。哎，我知道你的什么想法了啊！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听出来了没有？他们这两个人今天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听明白了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啊，不管你说的再多，照样把你开除了。王菲呢？应该是开玩笑，我谁跟你开玩笑？我一点都不开玩笑，我这个人从来不开玩笑的。但是我跟阿梅，我们两个是和好了的。阿梅，你的事情一会儿再说。我先说这个曲布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直播间家人们啊，不管他说的再好听，啊，一次不忠，终身不用，啊，这种人不能再要了，对不对？开不开除他，你们说了算。来，开除就给我打两个字，开除。他说那么多没有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么多就是想好好上班，让我不要开除他的意思嘛，是不是？我算是听明白了，说了那么多。曲布，人家就在那儿上班，上的好好的的嘛。对，我上班。你还说曲布的事情，来说说你的事情来。你来找阿梅，是干什么的？我来找阿梅，就是，
我想明天带他去购物，就是。你会这么好？我一直都这么好，以前我可好了，阿梅。你前几天把阿梅赶走的人是谁？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来，把名字打在公屏上。杨总监。把前几天把阿梅赶走的人是谁？名字打在公屏上。杨总监，是杨总监。来，是谁？哦，你不要说是什么杨总监，公屏上所有人都知道。知道的打在公屏上来，你看一下，来看一下直播，1000个人都说是小小。他们不是我，是杨总监，而且我、啊、是杨总监，而且我今天是真的。我明天真的要带他去买衣服，你看嘛，他一天就来。来，我们直播间，现在咱们直播间、马上8000多个人了，咱们点赞才7000多，7万多，70多万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，又1分钟时间，来，1分钟时间，咱们直播间8000个家人们，先对着手机屏幕最中央，把点赞点到100万，因为咱们这个点赞要够才行的嘛啊，直播点赞要够才行，不然那个不好的。来，什么？80万了，还差最后20万。时间还剩下最后30秒，我相信1分钟能够点到100万，8000个家人们，90万了，就差最后10万。哇塞，阿梅，我跟你说，谢谢你每天在这儿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好。我明天给你带个杯子啊，不用，来，你让开，让小小过来，我们今天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想干嘛。来，我不坐，阿梅，来你坐着。你今天上班辛苦了，你上了一。